手臂和身高是一样的。我有一天测试的时候，感觉算上我的手指，那可能也没有关系感。可能就到我大腿下面吧。不过我的胳膊确实挺长的。看我的胳膊长不长。刚才我说这个测试的时候，你们肯定有很多人都站起来了，可能都站起来看自己的手臂到哪儿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可能大家一起脸往上走。没少偷看女生啊，这么了解你啊？啊？对女生很了解了。最近我的事儿还挺多的，最近可能又要出去，还想好好休息一下。去哪里啊？去，不告诉你，不告诉你，不能让你了解到我的行踪。出去多拍美照发作品哦。是啊，我不在直播的时候你们只能看作品了。手机壳真好看，好久没有用它了，只是吸引你们的小手段。明天我要换一个哦。吸引到了，看来还没有站在我的榜上就不算是吸引。我那个什么，我东西坏了，我去修一下。这个算不算呢？小胖的前金烫，不过他们说我这个角度，我就想我的脚很长，其实我脚还正常一点，没有很长。揍你啊，那真的是可能的事情。你也就能在网络上出出气了，小胖。居然敢说想在直播间揍我！哎，不过我不能躲这个特效吗？一七二七三。停了，不是你要，不是要揍我们，怎么停了？天天想着揍我。
这个嘴巴上有一个红的。别揍了，别揍了，服了，服了，服了！你大哥太败家了。噔噔。噔噔噔噔噔。女警官。当你。我看看我直播间都谁在呢？我要点个名，我要点个名。你的脸的消息，下面的人已经不显示了，我看不到了。噔噔噔！晚安。你在怎么说话？你在。噔噔。不说话就不算在啊，又没出声，又没喘气，不算。只有扣字才让我知道你还在。那可能你在了我都不在了，我都退了，退网了。等你，等等等等等，胖胖，我58了。啥？我说这周破60啊！应该可以吧？觉得应该差不多。睡醒吧。
昨天被人气到了，什么情况？谁敢气你啊？你这么会拳拳出击。谢谢我们南希开通的阅读会员，我感觉应该没有人敢气你吧。展开说说，又是这个马桶刷，又是这个马桶刷。这个不是我们刚认识第一天的时候你送我的礼物吗？我记得我们认识第一天的时候，我把它当做那个，当做啥来着？算了，我不说了。噔噔